십중팔구라는 뜻으로 많이 쓰이는 관용어 두 개를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십중팔구다, 거의 맞다, 대체로 그렇다. 그런 뜻을 가지고 있는데요. 八九不离十, 十有八九 이렇게 두 개가 많이 쓰입니다. 그 중에서도 八九不离十가 조금 더 많이 쓰이는 것 같습니다. 你们这都是听谁说的? 이런 말들은 다 어디서 들은 거냐? 只要给我一点点的线索,我就可以分析的八九不离十. 나한테 약간의 단서가 주어지기만 하면 나는 거의 맞게 분석할 수 있다. 真的假的? 정말이냐? 你们这都听谁说的?给我一点点的线索,我就可以分析的八九不离十。真的假的?你们这都听谁说的? 给我一点点的线索，我就可以分析的八九不离十。真的假的？你们这都听谁说的？给我一点点的线索，我就可以分析的八九不离十。真的假的？你们这都听谁说的？给我一点点的线索，我就可以分析的八九不离十。真的假的？你们这都听谁说的？ 一点点的线索，我就可以分析的八九不离十。真的假的？ 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 너를 보니까 공부 잘했을 것 같네? 老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어떻게 그걸 보고 아십니까? 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 내가 보면 얼추 다 안다。 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 老师,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的。 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 老师,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的。 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 老师,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的。 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 老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的。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老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的。看你这样学习成绩应该不错吧？老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让我一看都看得八九不离十的。您觉得他怎么样？ 엄마 보시기에는 저 사람이 어떤가요? 还行,我告诉你吧,妈是有经验的人,绝对看人八九不离十。 그럭저럭 사람이 괜찮은 것 같다. 내 말 들어봐라. 엄마는 경험이 있는 사람이어서 사람 거의 틀리게 안 본다. 您觉得他怎么样?还行。我告诉你啊,妈是有经验的人,绝对看人八九不离十。您觉得他怎么样? 还行。我告诉你啊，妈是有经验的人，绝对看人八九不离十。您觉得他怎么样？还行。我告诉你啊，妈是有经验的人，绝对看人八九不离十。您觉得他怎么样？还行。 我告诉你啊，妈是有经验的人，绝对看人八九不离十。您觉得他怎么样？还行。我告诉你啊，妈是有经验的人，绝对看人八九不离十。我们承包建筑施工的事儿，你看怎么样？ 우리가 건축 시공을 청부받는 이 일, 네가 보기엔 잘 될 것 같냐? 我觉得有戏, 내가 보기에 가망이 있다. 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十拿九稳, 90%는 확실하다라고 단정지어 말할 수는 없겠지만, 那也是八九不离十, 그래도 십중팔구 얼추 가능하다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我们承包建筑施工的事儿，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有戏。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那也是八九不离十。我们承包建筑施工的事儿，你看怎么样？
我觉得有戏，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那也是八九不离十。我们承包建筑师工作室，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有戏，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那也是八九不离十。我们承包建筑师工作室，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有戏，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那也是八九不离十。我们承包建筑师工作室，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有戏，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那也是八九不离十。我们承包建筑师工作室，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有戏，虽然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吧，那也是八九不离十。男的免费把车子拿给女的开，这女的呀，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小三儿。남자가돈을받지않고차를여자한테갖다주면서몰게한다면이여자는10중8구그의세컨드이다小三儿첫 second 그런뜻이죠男的免费把车子拿给女的开，这女的呀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小三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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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这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师，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제가이번에가진아이가남자아이일까요아니면여자아이일까요제가듣기에당신은해방전에산파노릇을하셨다고하는데굉장히경험이많아서당신이하는말은10중8구맞다고들었습니다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哎，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士，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哎，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士，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哎，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士，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士，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哎，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士，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你说我这次是男孩儿女孩儿？哎，我听说您解放前就是助产士，您特有经验，您说的话十有八九。